相信水上乐园会成为香港人一个最喜爱的消闲娱乐的好去处。到以后外地游客可以重临香港的时候，水上乐园亦都会是一个吸引力十足的新亮点，丰富香港的旅游资源。我们的上限应该是4000多人是我们的上限，我哋開頭未必係用盡曬呢個 quota，